各位早晨，我欢迎大家来临今日的嘉年华，今日真的很热闹、哦。是啊，七间天主教教区学校的师生聚首一堂，场面梗是热闹啦。容先生啊，不如考下你记性啊，究竟哪七间学校呢？冇难度啊，七间学校排名不分先后，分别有圣善学校、圣若瑟教区中学、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、马达勒纳加垃圾学校、圣保禄学校、圣玫瑰学校同埋圣德兰学校嘅。经常会有互相嘅观摩学习，过往仲曾经举办过七校运动会同埋一啲场地比赛添。是啊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就好像好朋友聚会一样。希望我们可以将这份喜悦带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。现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礼嘉宾，他们有澳门天主教教区黎鸿星主教，教育暨青年局梁丽局长，中联办文化教育部徐平副部长，中华教育会何少金理事长，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阮美芬副理事长，教育暨青年局文化资讯暨公共关系中心曾晓恩主任，民政总署管委会马锦强委员，澳门天主教教区学校联合议会苏辉道会长。亦欢迎今日来临的一众贵宾，欢迎咁多位。现在有请澳门天主教教区学校联合议会苏辉道会长为我们致欢迎词。黎鸿星主教成立了澳门天主教教区学校联合议会，目的是使到所有教区学校一起合作，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澳门天主教教区学校联合议会是由澳门教区黎鸿星主教领导，还有教区主办的七间学校所组成，包括圣善学校、圣若瑟教区中学、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、马蒂力纳加诺萨学校、圣玫瑰学校、圣德兰学校同埋圣保禄学校。议会的目标是要确立和宣扬我们的天主教的身份，保卫澳门天主教学校的利益，藉着学校间的团结和支持，促进学校自身的发展、合作和交流，为澳门教区提供咨询和决策的平台。议会在九年刚刚成立了，前面仍然有漫长的路我们要行，但是在天主的引领、黎主教领导和各位的协助支持下，教区学校将会同心合力，为莘莘学子构建一个集知识、传授、心灵培育、妨碍真理、积极主动、为基督父母的环境。今日的气氛咧，同呢一个季节非常，其实是很协调的啊。咁我哋亦都好开心，见到咁多青少年朋友啊喺呢度啊，咁咧就感受到啦。其实我哋青年嘅一代嘅未来咧，仲啊非常之啊，对于我哋嘅教育啊，以至于我哋将来嘅一个发展咧，其实系充满住咧希望同期待嘅。喺呢一度咧，咁啊，请允许我咧代表教区青年局咧，系对于我们教区七所学校的嘉年华这个举办的活动呢，致以最热烈的祝贺。
近年來不斷地配合時代的發展的要求，努力地擴展教育規模，改變教育方式，以及積極尋求師資、設備、課程、方法等方面的進步，取得非常良好的成效，亦都得到家長和社會的普遍的肯定。今天的嘉年華主題是說七孝凝聚和樂共享，亦都表明了教區各校之間的聯繫是十分緊密的。正如鄭先蘇神父亦都講咗，呢個一個團結嘅一個共同努力嘅一個目標。最後，衷心咁祝願教區嘅七校學校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越辦越好，既服務於社區，更能夠造福於澳門未來。同時亦祝願今日嘅活動取得圓滿嘅成果。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，家庭幸福。多謝。慈愛的天父，今天我們教區七間學校聚集在塔石廣場這裡，我們經過了一番很長時間的大家的磨合、大家的合作、大家的努力去互相支持，大家去出謀獻策，努力去辦這個的嘉年華會。我們盼望真是將我們每間學校所有的長處都能夠展示到出來，大家互相支持，去向這個社會、向我們澳門這個的很多的青年人去發放這些正能量。我們很希望我們今天所做的能夠達到我們這個的目標。上主，求你福佑我們，使到我們今天這個嘉年華會，雖然間在這個微風細雨之下，我們都感覺到我們這個這樣的走出校園，向社會發出這個正能量，正是好像這些微風細雨這樣，向這粒小小的種子幫助它不斷去滲透，濕潤它能夠發芽生長，成為一棵大樹。上主，求你祝福我們所有這些籌備這個嘉年華會的人，使到他們能夠個個都身心健康，努力繼續發展你的所願意我們的要做的，就是成己成人，己立立人，亦都希望我們能夠在我們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之下，更加在我們人生裏面發現更多的真善美，在我們的學校裏面所做的德智體群美和靈性方面的發展，能夠發揮更多的正能量，向我們周圍的人，特別是我們社會上的很多的年輕人，去發放這些正能量，去幫助他們走到能和我們一起去找尋這個真善美人生的最高的理想。因我們的主基督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亦都代表著我們七間學校會有一個光輝的前景。讓我看看頭上面現在有什麼字先。七校嘉年華2012，原來就是我們今次活動的名稱。三二一，好，金展一揮，所有氣球徐徐升起，祝願我們學校七間天主教學校就好像一啲氣球咁，事務蒸蒸日上，亦盼望我們學校的不久的將來好像一啲氣球咁，行程萬里，展翅高飛。七校匯聚，和樂共享，咦，正正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口號喎。是啊，希望我們七間的和樂就好像氣球咁傳送出去。你看看負責致送紀念品的班學生仔幾得意，他們全部都穿著唐裝的喎。是啊，他們除了致送紀念品之外，在稍後的時間也都會為我們作出表演。至於表演什麼節目，我就在這裡先賣個關子先。介紹一下我們所致送的紀念品先，這個是一個由我們師生所設計的心形公仔，上面寫上 Love Never Die， 代表了基督對我們的愛是永遠長存，實踐了信仰與生命的整合這一項天主教會辦學的原則。而
現在希望能夠將呢份愛意俾在場嘅嘉賓。請同學為台上嘉賓致送紀念品。請各位嘉賓與同學一同拍照留念。唔該曬咁多位嘉賓。黎主教同埋梁局長為我哋進行呢個咁重要嘅步驟，就係點睛儀式啦。有精嘅詩果然三晚好多喎、哦。咦，兩頭醒詩好鬼猛喎、哦，好似想落台同台下嘉賓玩下喎、哦。哦，原來佢哋想同嘉賓握手。剛才我聽啲學生講咧，原來咧詩都有分雌雄嘅喎。係啊，我頭先都聽到佢哋講，佢哋話睇詩嘅動作嚟到去推分嘅。睇嚟紫色嗰只應該係雌性咯喎，咦佢哋仲要接吻添喎，真係好鬼馬啲學生。而舞獅一個中國傳統的表演節目，正正就帶出了天主教學校實踐信仰與文化融合這個辦學原則。哇，估不到醒獅這一項活動都包含著這麼深層次的意義、哦。
真係好動聽啊！請大家再次以熱烈嘅掌聲去鼓勵呢班同學仔，以及幫佢哋排練嘅咁多位老師，亦喺呢度特別感謝指揮嘅林平良先生。團結一致，就好似剛才嘅歌詞一樣，為學生彰顯白光，見證基督一生製造熱的光，照耀學生，照耀世上。
喺最後幕後線。我叫李建東，你就上交翻曬啦。保安部老闆嘅落台，不如請你出嚟先啦。換位先啦。好，咁依家就將個台交俾佢哋啦。尤其竞争不会经入脑，连谁争抢。